呢名少年咁样揸住电动滑板车，大摇大摆喺马路上横行，唔单止危险，仲有机会违法添啊！在星期日中午12点几，一名少年揸住电动滑板车，载住同伴，沿住屯门海皇路转入海荣路。道路上仲有唔少电单车同私家车行驶。去到建圣里嘅时候，呢名少年更直接驶上行人路。佢哋都冇戴头盔或者其他安全装备，一旦发生意外就不堪设想。根据本港法例规定，任何人在道路上使用未经登记及领牌的电动可移动工具，可能违反道路交通条例和其他相关法例。